我们决定去吃一家名叫三哪日本料理。可能有很多小队员不认识这个字，三个横它就是代表一个数字，组词嘛，三轮车。这家日料店呢，那也是小队员推荐，他们家的金枪鱼原话是超级鲜的，说他们家环境也超级棒，反正都是小队员说怎么说都行。强烈邀请我们去尝一尝，所以呢我们就去品尝一下这家三哪味道到底怎么样。 Let's go。 到地下停车场了，我们把车停到世贸天阶底下了，我导航一下。哦，我知道，那我知道了。跟我走吧，跟我走吧，别不用说话，不用。星巴克 D 座，星巴克旁边。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吗？啊，三打我也看见了。你们看，头发变多了。啊？植发去了？没有，双十一买了一假发套。别，拿出来不好戴上。三打，到地儿了。三打 ，Let's go。四位，坐这儿吧。行。好，哎，你好。点点菜，我要一个蓝鳍金枪鱼饵饭定时。刚刚你念荣，我知道，荣饭定时，饵饭啊。来一个蓝鳍金枪鱼刺身豪华拼盘，什锦寿司定时，来一个和牛煎牛肉饭定时，再来一份蓝鳍金枪鱼扒饭定时。行，不够我再点。行，哎，康哥，我问问你，优选特选什么意思？优选特选。这现在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全网都在搜这个答案，百度都没有。你们直接问问那个，告诉你，优选特选。啊，现在康康要打电话问问人家到底什么意思。一年了吧？一年了。痛。哎，话筒不好意思，这么难给您打电话。我问您个事儿，上次问您说那个金枪鱼优选和特选，我想知道是优选好还是特选好，它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吗？特选就是。金枪鱼大蓝，就是那个相当于一点点特别有选花的那个部位嘛。现在就是优选没有特选好。啊，对，特选最好。对，三酱还是三酱？三酱。三酱是结霜的霜。霜降。对。哦。霜降的部分。好嘞，谢谢华总。好，不客气。拜拜。我总觉得老板回答他自己也不太清楚。那个我可以帮你解。霜降是吗？霜降跟蛇腹。蛇腹。那个蛇腹里面那个肉里面会带一点筋，就是您吃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，就是拉扯的那种感觉。但是那个霜降的话，它就是里面没有筋，没有筋，入口即化，因为它本来就是挺肥美的。大家明白吗？优选和特选的区别。等上菜吧，一会儿见。开饭了。给大家介绍这个啊，蓝鳍豪华套餐。哎，你好。这三个都是金枪鱼是吧？对，中间这个是赤身，是最瘦的，然后这是中腩，这边是大腩，然后您吃的话可以先从赤身开始，顺序是先吃这个，对，先吃瘦的，再吃中的，这样的话口感是最好的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最贵的，这是第二贵，这是最便宜的。它这是按肥瘦来分，越肥的蓝鳍越贵，这是最瘦的，尝尝。怎么样？一点腥味吃不出来，来尝尝这中腩啊！我能看出一道一道是吧？一道一道可能是肥肉，尝尝这有什么不一样？它这就是有种入口即化的感觉，你别的地方化了，然后你中间这还连着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感觉。就确实能吃出不一样，确实能吃出，这就是瘦了，这就是肥瘦相间。大部分的自助餐的金枪鱼都是这个红色的，除了腩这一块啊，腩这一块肚子上这块肉以外的肉都可以叫吃食。啊，只有这个腩是贵的，因为那么大条金枪鱼腩是最少，肚子得用劲儿。对，肚子不用劲儿，所以肥。哦，还真是。我来看啊，大腩，这是颜色最浅的啊，这道比这个浅，能看出来，但没那么明显看，是不是？它这每个道之间窄，就是更密集，这挺讲究的。我操，就让我吃什么都讲究。尝这大腩。它这就没，基本上没有筋儿，你不用嚼，你拿舌头顶上牙膛就碎了。有没有一种感觉，跟那专家日料专家做一块吃？哎，真是，是不是？这大腩进就口腔里之后，拿舌头一拧，它从那牙缝里就出来了，碎了，这挺牛逼，就跟吃了一个快化了的雪糕似的。嗯，我的定时啊，我这个就是日式和牛定时，肥牛饭，汤，当，这个是。鸡蛋羹，这个是杏仁豆，这是主角肥牛饭，这是正经主食。我操，肥牛，香菇，葱，我尝尝啊，
但是炖牛肉饭有点甜，和了点那个照烧鸡排汁，照烧鸡排汁。你看我这特，就你知道有种什么感觉吗？想干了，就有点像那个妈妈给孩子做的那个爱心那个便当那种感觉。从左边开始啊，这个左边这个是蓝鳍金枪鱼的赤身手握，赤身，这个是黄石鱼手握，黄石鱼，对，三文鱼，三文鱼，这个是赤背，啊，赤背，赤背，这边是天虾。对，这个是金枪鱼茸的细卷，这个鱼茸里面是有70%的大腩和30%的赤身，就是较长的肉鱼。啊，这应该不错。这个就是直接，这里边有70%的大腩。对对。啊，我要来一个。好吃吗？嗯，不错。那吃还行啊，那确实不错。嗯。嗯，然后你吃吧，你吃点别的，尝尝别的，没事别客气。赤贝手握，上面是赤贝盖的，里边是一盘饭。哎，你今儿网上刚看了一个这个手握正确吃法，就比如说你这一盘吧，啊，把东西全都放在一旁，把米饭打一碗盛上，然后之后把它分开。对，你把这些东西放在左边，然后把米饭放在右边，然后就是米饭吃这些菜。还是费劲巴拉给你卷一下。对呀，有点像外国人吃饺子，饺子皮和饺子馅儿单吃。啊，还真是。尝尝，吃贝手握。怎么样？不弹。尝我这饭吧，我这第一页的。金枪鱼爬饭，就金枪鱼是煎过的，封过边，周围是浅的啊。尝一口，我爬嘛，爬我看你这碗没了。尝一口。但是鱼肉拿出来成喷的，中间是蒸的，啊，旁边是熟的。哦，你现在吃不是枪喷的，你都能吃出来了吗？那大家看看这，你这什么呀？金枪鱼耳。你这是不像那汆丸子那馅儿吗？啊，是，还真是。尝一口。康哥点这个，他肯定爱吃。为什么？有股酸味儿。因为我就是那种醋啊，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有点，它那个米有点像寿司米，啊，米饭是算，米饭，它放那个寿司醋揉的应该是。啊，来点一别的，点一什么？啊，我觉得也不太够吃。你好，来一份干炸鸡块吧，加一份。哎，好嘞，放下吧。啊，摸一摸一。大家看啊，炸鸡块，大丸子是。都怎么样？胖吧。不错，师傅。不错，就是一般炸鸡块那个皮不是全是面粉裹的吗？啊，有时候那个面粉裹厚了，你会感觉全是那个皮，对，全是面。这个没有，这叫什么豆腐来着？哎呦，杏仁豆腐。我尝尝杏仁豆腐。怎么了？你俩？那怎么办呀？没事没事。别这么心悲喜啊！你给他送嘴里。不是，刚才我是。你送嘴里。对，真好吃，怎么办？这也没人吃嘛，这么贵，都不舍得吃。拿回家孵小崽儿。这是养的放泡鱼缸。这是贵的，你吃。这是中南，吃吧吃吧。不是，我拿走。这是现在为止最贵的，没有大的。大的被分成10只了，分成4只。你从哪学这成语的？我也想学。嗨，积累积累，阅历到一定程度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脱肛而出，定眼一看，脱肛而出，你吃完了吗？嗯，我也吃差不多啊，谢谢一个啊，完事儿。啊，我们吃完了。首先说一下他们家这个蓝鳍金枪鱼刺身豪华拼盘，3种不同位置的金枪鱼的肉，第一次吃出来这个蓝鳍金枪鱼，不同部位的肉有不同的口感。如果你要想尝尝啊。反正我是头一次尝出来，吃完你就可以别人装逼，你就可以跟人描述出来这个蓝鳍金枪鱼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，或者你看我视频也行，你就不用吃了。但是就是稍微有点贵，所以我给它总体评一个4.1分啊。再说一下他们家这个什锦寿司定食，它这个性价比也非常高，它里边也有好多不同种的手握，刚才我已经介绍它这个个个都能吃出来不一样，一共6个才吃了2个，但是我呢也不好意思再吃了，毕竟脸皮薄嘛，你说再吃我光光吃着呗，是不是到时候再点一定食，我操，没必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，如果啊你要跟朋友什么一起来吃的话，你不要点，你推荐你朋友点。我给这个寿司总体打一个4.2分。
我们这回呢，人家吃了228，就是吃了蓝鳍金枪鱼来说，还行。我就是为了你们，我才尝尝那个蓝鳍金枪鱼，要不然就是一人一份定时完事儿，用心良苦。啊，这家的环境呢，我感觉有点像那种，冷淡中带点热情。我操，欲拒还迎那种感觉，牛不牛逼？五彩斑斓的黑人是吗？冷静中带点热情的感受。冷静中带点热情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感觉到没有？请二福那我们也聊了啊，就是说呢，送一份小份的炸鸡块，那炸鸡块也味道也不错啊。原本的规则是发朋友圈加拍照片，给一个两块的小份的炸鸡块。那现在呢，出示徽章就可以给两块炸鸡块。如果你忘了带徽章，你可以发朋友圈加定位来领取这个炸鸡块。我操，太贴心了，暖暖了。这家店是在中郡世界城 D 座星巴克旁边，行吧？今儿怎么着？下回带大家吃点别的。再见。